妇是不是最好不要帮其他人念小房子？孕妇的话最好少念吧，实在没有办法的话给自己念问题不大，最好是白天念。嗯，是最好还是不要帮别人念是吗？能不念吗最好，因为孕妇毕竟已经有一个小家伙已经在身上了，你听得懂吗？哦，好，台长，我就是听了一下前几期您的录音，就是说孕妇的话如果要念也是帮其他人念，三个月以后可能就是说看情况可以帮其他人念点，是这样吗？就是超过三个月以后。对，也就是说很简单，等跟这个跟人间一样，就是说这个小孩子比较牢靠了，你再给他念小房子就没问题了。这小孩子最容易掉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念，你明白我意思吗？嗯，明白。就像就三个月之后一般的孕妇就小孩子就不会掉了嘛，你明白吗？明白明白。